新来的弹琵琶那姑娘吧。我看上场的演出，弹得真不错呀，嗓子也好。找我有什么事儿啊？这事儿我哪熟的呀？咱们社里的姑娘啊，老爱来问我化妆的事儿。很多重要的演出前啊，他们都缠着我给他们化妆呢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让我先来看看你的脸。
Thank you.
形式的。